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我们在这个文有十统，第七段所思佛统，多了啊前面就是东南西北四尊佛，殊特乐佛，第二尊佛的德号无尽乐佛，不动乐佛，清扬大师在书里面提出了法是大行，不可穷尽故。所以我们讲华严是法行，也是是净愿，提出来呀，我们共同来学习这个设法心。前面的六条这两天所学习的法度众生的心，跟四弘誓愿意趣相同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叫法心度生。那么要度众生必须得先度自己，这后面许许多多开始都是叫我们度自己啊。这第二尊佛无尽乐佛叫我们发心行善的啊，这是度自己啊。行善的结果，居行众善，尽诸世界，跟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完全相同啊！啊，你看中国这千万年来老祖宗的教诲，教我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都是行善啊。所以行善一定要记住行善的根在哪里，根
根在格物。啊，物是物欲，就是欲望，要把这个东西啊割除。对世俗名利的欲望，那世间所说的无欲弃情的欲望，佛法里面所讲的贪嗔痴慢的欲望，这个东西都先放下了，放下了，智慧慢慢就透出来了，叫智知啊。智慧是自己本性里本来有的，就是这个物欲啊障碍住了啊，这是佛法里面的断烦恼啊。断烦恼之后智慧开了，才能学法门啊。学法门不难，一接触就通达明了，它没有障碍。所以烦恼断了，放下烦恼，这是德行。智慧透出来，这是学问。这还不够，还要不断向上提升，提升到最高的果位佛陀，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呢，这才能尽诸世界普度众生啊。誓愿里面不说普度啊，说成熟众生，这两个字好啊。成熟是什么？一定要帮助众生成佛啊。度是帮助他提升，未必到成佛的这个阶段啊。所以成熟是帮助众生成佛，那么首先自己要成佛啊，自己是具行众善。那么在佛法里面具体而言呢，就是摄善业道啊。所以摄善业道重要了，摄善业道的圆满就是佛法的圆满，这个要知道啊。我在早年跟张家大师啊，我求他老人家赐给我一张墨宝啊，他老人家写了三个字给我，嗡阿吽啊，用藏文写的，我非常的珍惜。他给我的时候讲解给我听，这三个字就是摄善业道啊。嗡是深夜啊，深夜清净，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阿是口业，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吽是意业，不贪不嗔不痴。所以以后我看到佛像啊，画的佛像，佛的头部一个圆光，圆光顶上写的三个字，我就认识了。哦，这三个字原来就是嗡阿吽啊。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三个字圆满了就成佛了。所以具行众善呢，就是修十善业啊。修十善业可以尽诸世界，这一句说得好啊，诸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是极乐世界，都是净土啊。只要这个世界的居民
人人都修十善。啊，现在这个道理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了。啊，那么真的要想修善，啊，我们一般人讲要想学好，那学好就不能没有好老师。啊，所以第三句跟我们讲，为度一切众生故，发心是佛。啊，这个是佛就是奉师师长啊。佛是师长啊。那怎样才叫奉师呢？能信、能解、能行、能证，这华严经上讲的信解行证。啊，我对佛能信，对佛的教诲呀能解。解了之后啊，我真能做到。做到之后啊，真能够证实。啊，证的是什么呢？就是解信、解行融合成一体了，那叫证。啊，信是信我所解的，信我所行的。行是行我所信的，行我所解的，这证明了，这叫证啊。那么你就回归自信了，这个重要。唯有回归自信，才真正得大自在。啊，如果没有回归在自信，我们可以说，六道众生都是生活在惶恐、恐怖啊、不安的环境当中。这个也是佛经上所讲的可怜悯者啊，惶恐不安呐、啊，也就是。六道里头没有安全感啊，唯有觉悟了，六道里面即使地狱道它也是安全感那你想想这是为什么不安全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不了解事实真相产生的对于宇宙人生的怀疑忧虑啊，这个没有安全感是这么发生的如果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白了怀疑没有了忧虑没有了不就心安了吗？啊，知道六道，性相、现象有，没有自信。啊，所以一切万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真知道了，你在一切万法里面。就像佛菩萨一样，无取无舍，啊，为什么没有取舍呢？因为现象是幻象，不可得的，包括自己身体，啊，没有取舍，这个人心呢，才恢复的真诚。才恢复到清净平等啊！有取舍就有得失，患得患失，他怎么会平安？啊！中
国人这个术语平安是从佛法里头来的，心平就安了，心不平永远就不得安啊。这个就好像水一样啊，水起波浪就不安了，它照外面东西就支离破碎，照不清楚啊。水平了没有波浪，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外面的景象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用心要像水一样，我们在佛菩萨形象面前供一杯水，道理在此地。供一杯水是希望我们的心像水一样的干净，一样的平等，不起波浪，没有染污啊。水代表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平等觉在其中，那就是智慧开了，那不再迷惑了啊。所以我们要奉师师长啊，诸位要记住，我们的师长是佛。那真正教诲我们的人释迦牟尼佛啊，是我们的本师，根本的老师。老师不在了，有学生代代相传，我们称为祖师啊，代代相传啊。今天教导我的老师啊，是前面一位祖师的学生啊。前面这位祖师呢，又是更前面一位祖师的学生，推到最后呢，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我们对本师相信不怀疑，那对我们眼前的老师，眼前的老师没证过啊，古时候这些祖师真的证过啊。国位有前身不一样，有证到佛果，佛初住以上是佛果，有证到菩萨国位啊。四圣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是菩萨国位，有证声闻缘觉都不错了，可以说都是正知正见了。没有证到这个国位的不少啊，可以说太多太多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初学，说老实话，他还学过几天，没真的学过几天，我们一无所知，所以我们要跟他学。跟他学，学错了怎么办？世尊有四依法教导我们啊。四依法呢，第一个，依法不依人啊。老师讲的，佛经上没有这个说法，没听说过这个说法，可以向老师质疑啊，请老师指教啊。断疑才能生信啊。老师要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中国古人讲啊，老师是帮助我们解惑的，解除迷惑的。
传道的啊，法是经典啊，经典我们要会辨别啊。这从前李老师教导我们，经典有伪造的，有假的，那你不就上当了？啊，如何鉴别这个经典是真的？啊，老师教我们一个原则：大藏经。收入大藏经的，应当都是可靠的。啊，在从前收入大藏经，不是哪一个人，啊，看到东西好就可以收到大藏经，不可以。收入大藏经的经典，祖师大德的著作，都要通过当时当代的一些高僧大德，他们开会审阅赞同啊，要经过这道手术啊，都是当代高僧大德了赞同的，然后啊，这个呈奏给皇上，皇上批准，是帝王批准才能入藏。啊，不是帝王批准的是吧？不可以入藏。所以最后这一关，啊，是帝王。啊，这个必须要晓得。啊，不是随随便便的。那现在就入了民国了，没有皇帝了，国家也不管了。啊，所以有一些印大藏经的人，就把自己的啊这些敬佩的啊这些人，甚至于自己的著作啊，也都入了藏了。啊，标准没有了。啊，所以李老师教给我，要看古人的啊，现代民国出版大藏经虽然是不错啊，也有一些高僧大德在审阅啊，但是没有过去那么严格啊，对初学来讲，真正可靠的还是古时候的本子啊。那么古时候距离我们最近的是龙藏啊，这乾隆时候编的啊，给我们这么一个标准注解呢，一定要看古人的注解。为什么？古人真的有修有证的，清扬大师正果的人啊，李长者也是正果的人啊，这不是普通人啊。那编这个《华严经纂要》的道佩禅师，也是乾隆时候的人啊，古山涌泉寺的方丈，宗教都通啊，叫通宗通教啊，啊，把这个经论汇集起来，变成这个这么一种一部书，便利于初学。啊，我们今天采取这个本子，做学习的底本。同时参考苏超的原文跟这个霍楞的全文啊，用他的这个纲领啊，这老师指导我们一个原则啊。那么现在人如果说不依古人所讲的
很容易把经义讲错了，曲解了经义了。这一点呢，我们要严格遵守，这是持戒。自己没有真正开悟之前，一定要依靠古人。古人是个大树，我们是个小藤子，要依靠的大树啊，不会出毛病。如果不依靠大树的时候，这个藤子可能就枯死了，它就活不了了。这个概念呢，一定要有。那我们要问，怎样学习才能开悟？没有别的，我常常告诉大家，这个并不是开悟，这是走向开悟正确的方向。这个我们很清楚，那就是绝对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对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贪嗔痴慢，我讲的这十六个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只要有一个，我们就进不了佛门。这十六个字通通放下了，通通没有了，你才入佛门。佛家的这个学校啊，你跨进了大门，你不在门外，你在大门之内了。可是大门之内到讲堂到教室还有距离，你总算入门了。往后的修学，进度会很快。凡事起头难啊，这十六个字是无世界来熏习养成的烦恼习气，人人都有。你要没有这十六个字，你不在六道。因为你有这十六个字，所以你在六道啊干轮回。这十六个字没有了，佛菩萨会帮助你啊出离六道啊，往生西方净土，给诸说非常容易，只要这十六个字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他就去了。所以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弥陀实现的。永明延寿大师也是弥陀实现的，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了，净宗这个法门呢，念佛求生净土，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漏啊。善导说的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那为什么今天念佛人这么多，往生的很少？早年我在台中住了十年，老师常常感叹地说，今天台中莲友
一万人当中啊，大概只有两三个往生，万分之二三呢。啊，什么原因呢？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了，他就去不了了。这两三个人呢，还真放下了。啊，放下就去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啊，那么你想想，你还是想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你还是想继续再搞六道呢？啊，继续搞六道，你一定要想到，有很多人糊涂了，想不到了。把它忘掉了，在六道里面，无量劫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如果你能想到这桩事情，你再想到六道可怕。啊，生生世世，比如在这一世当中，有些人对我很好，报恩的。过去我对他有恩，有些人对我不好，是抱怨的。过去我对他不好，啊，然后再细心想想，我这一生呢，我用什么样心态对人，人家将来就会用这个对我。那我善心善意对人，如果方法态度上不对，还出问题啊。比如言语，古人说的很好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会把你的话听错啊。所以言语自古以来在教学上就非常重视啊。你看夫子教人四科啊，第一科是德行，第二科是言语。你说言语多重要啊。中国古谚语里面有所谓也，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不会说话，所以说话是大学问啊。不会说话，常常善意人家听了变成恶意，你说这个冤不冤枉啊？给人结了冤仇，自己还不知道什么结，什么原因结的，什么时候结的，自己不知道。这种情形太多太多了啊！所以古人教人，民间都不例外啊。这在中国是世代相传呐。啊，教人一个大原则。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无说，这个正确啊。我们看到许多有成就的这些人，观察人的时候，跟大众接触观察人的时候，他对于言语多的人，他会很小心谨慎，言语少的人他很尊重。这个人话不多啊，话不多
就很容易体会到他心清净，他定，话多了浮躁，心浮气躁啊，他心不定。啊，在事业上，啊，做大官的人，啊，现在企业的时候，做董事长、总经理的人，他用人，他从这些地方观察了，言语少的人，言语简单的人，啊，所说出来的时候没有一句废话的人，他会重用他。啊，这个人有定与慧呀。心浮气躁的，只能叫他跑跑腿，不能担当重任呐。啊，你要叫他担当重任的时候，一定会把事情办坏。纵有才华都不行，都不可以重用。啊，为什么呢？心浮气躁容易得罪人，容易给人结怨。那你公司要给人结怨，人家目标对准你，想尽方法破坏你、整你，这个麻烦大了。啊，所以戒定慧三学从佛教传到中国来，在没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已经注重戒定慧了，啊，没有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啊，所以佛法来之后，这是一拍即合，啊，你看儒家讲的有没有戒定慧？格物致知是戒。诚意正心是定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慧啊。那八末里头第一就是知止而后有定，你看看定从哪来的啊？是知止啊，用个最简单的话来说叫知足啊。不知足，心怎么能定下来？知足就定了，你才能过到真正的人生，幸福美满的人生。幸福美满人生决定不是做大官发大财，不是的。啊，做大官发大财啊，一辈子苦死了，我们见得很多，不快乐啊。啊，贵而不乐，富而不乐，一天到晚是提心吊胆。啊，那个生活很苦。啊，所以知足，我一天三餐饭吃得饱，衣服穿得暖，有个小房子住得很快乐，行了，可以遮蔽风雨啊。啊，身心都没有事，是最幸福的人。啊，心里面没有妄念，没有杂念。啊，身也没有事，这是大福报，世间第一等福报的。啊，那么这种人多半什么？多半去修道，多半是做学问。啊，他把世缘都排除了，啊，所以他心是定的，啊，他学道很容易成就，啊，事情繁杂，在世间来讲，那是苦命人呐，啊，那我。
我们冷静来观察，这世间有几个是真正有福的人？其实个个人都有福，只是他不知道，他不肯放下。啊，哪一个明白了，放下了，这个人福报现前了。啊，释迦牟尼佛觉悟了。真的年轻啊，19岁就觉悟了，彻底放下。啊，我们在史传上面看到，安世高觉悟了。啊，安世高还做了半年的皇帝。啊，觉悟之后把王位让给他叔叔，他出家了，成为一代高僧了。啊，语言在中国，啊，汉朝时候到中国来弘法利生，啊，所以早期已经安世高翻的最好。八大人觉经就是他翻的，啊，那么他原籍在中国，啊，所以只有真正看破了，真正觉悟的，他才肯放下。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点觉悟，你就看他放下多少，肯不肯放下。啊，真肯彻底放下，他大彻大悟。啊，放下之后啊，确实定慧现前。孔子在世，有人赞叹他了，啊，这个人了不起啊，有圣人之德行，啊，有大智慧，他什么都知道。这个话传到孔子耳边了，孔子笑一笑，告诉大家，我无知无能啊，我什么都不会啊。你要来问我了，我肚子里空空如也啊。啊，我只不过是性而好古，没有别长处。你要真问长处呢，很可能就是我好学。大概这就是我的长处，别人没有像我这么好学的。孔子说真话，一点都不假。啊，他知道很多，有人问他，好像都能回答，啊，没有他答不出的问题。啊，夫子也说，也告诉人，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他来问我怎么知道，是他讲了一听我才晓得，我才知道的，我怎么不得给他摆平呢？夫子说，我只有啊，一过一而贯之啊，这个就有一点禅机的味道了啊，我怎么能帮他解决问题呢？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啊，他来问我才晓得，啊，我能帮他解决，我是一而贯之。那个一是什么？真诚心呐、啊！啊，在佛法里面讲，一心不乱呐、啊，一心不乱就能解决一切法。
这个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才明白，才不怀疑，才承认了啊，这是真的，是智慧解决问题啊，不是知识。学的很多是知识很丰富啊，真正解决问题是靠智慧啊，智慧是靠清净心，靠定功啊。那么最具足代表的就禅宗的慧能大师，你看24岁开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哎，他不是就跟孔子说讲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哎，他来问我，一问我知道了。你看法达禅师啊，见他面，跟他顶礼，头不着地。啊，三拜起了之后，柳子就问他：“哎，你到曹溪来参拜，我看到你呀，头没着地呀，啊，一定是你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呀，值得骄傲。”啊，这个头不着地是傲慢呢。啊，法达也很老实。就说了，他诵《法华经》3000部啊，这也不是别人能做得到的。《法华经》很长啊，虽然只有7卷，每一卷都很长。啊，一般念《法华经》的一天只能念一部啊，那3000部是念10年的啊。10年时候在讲的时候，受持一部《法华经》，心是定的。啊，六祖就问《法华经》的大意，他说不出来。你念学了10年了，3000部了，《法华》讲些什么？啊，他说不出来。反过来问六祖，六祖说：“我不认识字，我也没有听人念《法华经》给我听。”他这样好了，你念给我听。啊，念了10年了，都会背了嘛。啊，《法华经》28品。啊，他念到第2品，方便品。第2品还没念完，六祖就告诉他：“行了，不要念了，我都明白了。”啊，六祖《法华经》从哪里来？是法达念《法华经》给他听，他就明白了。然后讲解给他听，他开悟了。啊，开悟在顶礼，头着地了。这就是什么呢？我看到了就明白了，听到了就明白了，没有接触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孔夫子为人家解决问题，就跟慧能大师一样。所以我们懂得慧能大师，这些状况就了解夫子所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一以贯之啊。啊，这个一用弥陀经上的话，一心不乱，一心不乱能贯穿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心里头定慧等持，啊，那我们修净土，每天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干什么？就是要念到一心不乱，
啊，念到一心不乱，为什么会得不到一心不乱呢？妄想太多了，执着太多了，分别太多了，放不下了。一心不乱是你的真心呢，每个人都有啊，哪有二心啊？没有二心，二心是假的，一心是真心的。啊，真心本来不乱。你看，能大师见性，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第四句话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个本无动摇就是不乱。啊，本自清净，不就一心吗？头一句话是何其自信啊，本自清净，所以一心不乱是我们的本性啊，是我们的真心，很不幸的这个真心迷了，就变成妄心了。怎么迷了呢？起了念头，迷为一念，物质一心，这句话要记住啊！怎么迷的？起个念头就迷了。怎么样觉悟的呢？一心就觉悟了。你要知道，二心就迷了。啊，所以大乘教里面常常讲啊，设法界众生用的是什么心呢？三心二意啊，设法界众生啊，包括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四圣法界用的这个妄心，他用的正啊，为什么用的正呢？法心四佛沉思如来啊，所以他发心戒正啊，听佛的话了，虽是妄心，跟真心很接近啊，所以他住净土啊，四圣法界是净土，六道凡夫就不行了啊。为什么他不肯沉思如来？他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自以为聪明啊，他的是非邪正标准是自己定的，那就难了啊。声闻缘觉以上啊，他们是非善恶标准是依佛定的，所以他渐进心得啊，凡夫是自己定的标准，远离心得啊，心相近心相远嘛啊，四圣法界是心相近，六道凡夫是心相远，就这么回事情啊，这不可以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学习，我们对于本师不能有丝毫怀疑啊，有一丝毫怀疑，你就会有蒙重大的损失啊。佛说的经论很多，我们很多地方不懂，不懂没有关系，尊重他，信仰他，我们就得福啊。尊重信仰，不怀疑啊，不厌弃，天天去读，多久了会有一天豁然大悟啊。
为什么？谚语所谓诚则灵矣啊，这我们中国老祖宗传的，你诚心诚意诚到极处，哎，它就通了。诚到极处，人心是定的，哎，定生慧嘛，就这么个道理嘛，它就通了嘛。啊，所以最大的敌人，让我们在生死搞轮回，啊，最大的敌人，啊，就是什么？就是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从哪里来？就是疑虑，啊，有很多顾虑，有很多疑惑，从这来。这又从哪里来呢？这不知道一切法是梦幻泡影，不知道是这个。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是忘记掉了，总以为一切法是真的。啊，不能像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叫游戏神通，什么叫游戏神通？没有一样它当真，就是游戏神通。那我们在六道里的样样当真啊，确确实实把真的看作是假的啊，把假的看作是真的，叫颠倒啊啊，佛经上讲的颠倒错乱了，就是说这种事情啊。啊，所以学佛不容易啊，求老师我们也具体介绍了啊，现在眼前找不到好老师啊，优秀有正的老师找不到，找古人学孟子啊，学欧耶大师。欧耶大师当年在世学佛，他非常佩服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啊，莲池大师的著作在，他就读莲池大师的书，学莲池大师，他真学成功了，学得很像，所以莲池大师。是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欧耶则是第九代的祖师，学得真像啊！啊，以古人为老师，那我们学华严，我们以谁为老师呢？我们以清凉为老师。以李长者为老师，啊，我们这两位老师啊，以道佩禅师做学长，啊，这是好学长啊，啊，他来当助教啊，啊，清凉跟李长者是教授啊。啊，道佩禅师担任助教来协助我们，我们怎么会不成就呢？其如境界之后，因为你是学华严啊，学华严呢，你一定会走善财童子的路啊，走善财童子的路吧，是一切众生情与无情都是我的老师，他成佛了，不要等来生了，一生成就了。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有情众生是我的老师，是如来实现的，无情众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诸佛菩萨示现来度我的，这是善财学佛的心，
善财学佛的态度。那这个世界上凡夫只有我一个，学生就是我一个，所以善财没同学。他的礼敬、赞叹、供养才达到究竟圆满。那为什么呢？个个都是我老师，花草树木都是我老师，都在那里实现啊，把自信里面的智慧的能向好通通展现出来给我看。从这个地方悟入的呀，啊，那么接着跟我们讲发心护法啊，发心入土，啊，土是故土，啊，这个入土就是要走进社会，要跟社会一切众生接触。你不接触，你学不到东西；你不接触，你不能帮助他们。啊，接触社会各行各业的大众。啊，是一个什么心态去接触呢？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你在社会大众上要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我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对社会大众有没有好处？他们可不可以学我？他们要是不能学我，没有好处，这个念头不能起。这个话不能说，这个事不能做。啊，对社会大众啊有好处，有利益，这个心可以起，这个念头可以动，这个事可以干。啊，所以修行、觉悟从哪里开始？从起心动念开始。啊，念念都能够舍己为人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弟子规》讲的说：“一无色，柔无声。”啊，这两句话孔子都常常讲啊，很不容易做到。啊，对谁呢？对父母。啊，父母是长时期的跟自己在一起相处，一起生活。啊，你每一天都能对父母和颜悦色吗？啊，能够低声下气吗？啊，这是孝子孝顺呐、啊。所以夫子常讲色难呐、啊，色难就讲这桩事情。啊，色是我们的表情呐、啊。啊，真正不容易做到啊，和颜悦色。的孝子，真正孝子才能做到。啊，无论有什么痛苦，不表现在外面，在父母面前表现出欢喜。
啊，能孝顺父母，才能孝顺一切众生。啊，所以佛菩萨没有别的，佛菩萨把一切众生看作自己的父母，用真诚心、孝顺心来对待啊，啊，众生才能感动，众生才能够觉悟，才能够信顺，才能回头。啊，决定不逃避，但是这是相当功夫，不是初学。初学呢，一入众的时候，烦恼习气都起现行了，他受不了啊。这是菩萨，菩萨在这个里面成就忍辱波罗蜜，成就精进波罗蜜，啊，六度齐修啊。啊，头一个修布施啊，这个布施是用内财布施啊，啊，不是外财啊。这个和颜悦色就是布施，低声下气就是布施，啊，做出样子给人看，啊，在这个里面慢慢去学习，学习提升，提升到更高一个层次，明白了。一切众生跟我同体，同一个发心。老子所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在佛法里面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身，一心一智慧，离无为一然。啊，那么这才能入境界。啊，下面第七条，未知众生心，要烦恼习气故，发心了法了，为入如来门了一切法。啊，这个就是要真的帮助众生。帮助众生呢，那你必须要了解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喜欢什么，一切众生呢讨厌什么。烦恼就是厌烦呢，心要就是欢喜啊，爱好啊，啊，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他熏成了什么些习气？这个要知道啊，啊，那怎么办呢？发心了法，了是明了。发心求法，佛菩萨在教学当中对这一方面呢，就讲的很多很多。我们听明白之后，那细心去观察六道众生、四圣法界，啊，细心去观察，啊，是我们在课堂的时候听到的，哦，在方方面面呢，真的看到了，你明了了，
啊，明了之后头一桩事情，善法，我有没有做到？不善法了，我有没有远离？自己就得利益。啊，这叫学佛。本是释迦牟尼佛，具足圆满的善法，是善圆满了。诸大菩萨虽然修十善、行十善，还没有到究竟圆满。为什么？无始无明的习气呀，还没放下，这是最难最难的事情。啊，我们总算是这一生很有幸，非常难得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们在解悟啊。啊，下一步的工作是我们怎样从解到行呢？我要做到啊，要真干呢，我才能入门呢。要不然你永远入不了门。啊，所以从解悟啊到行悟，到正悟。啊，我们今天学华严，华严内容太丰富了，真的叫包罗万象啊，一法都不漏啊。啊，我们学了之后怎样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要不是这样真干，华严经不学了。啊，这一生当中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麻烦就大了。啊，为什么呢？继续搞六道轮回。啊，就像黄念祖老居士在北京给他学生所讲的，啊，他的一些学生看到我把话传给我，啊，说老师在他们面前说，啊，净空法师要不往生，来生的福报啊就太大太大了，这人天福报啊。那我们想的这句话，这话不少啊。福报大了，很容易造大罪业。没有福报的人造罪业造不大。啊，你比如说你杀一个人，还要偿命；大福报的人，杀几千人、杀几万人，不要偿命，那叫大福报啊。现在不要偿命，将来生生世世要偿命。现在你福报大，没办法，他不敢问你要命啊。你死了之后，你福报没有了，
到来生来世的时候，一个个向你讨命。啊，这个我们清楚啊，因果通三世啊。啊，你几世所修的福报是一生可以享完，这个很可怕。啊，古时候做这些帝王将相，没有十世以上的修行，得不到这个果报，这命里注定的，争不来的。啊，争来了还是命里有的，你说冤不冤枉？啊，因果的道理啊，总是要透彻的了解。啊，为什么呢？我们心是定的。啊，知道这个福报不好享，所以我们在前面读到，啊，就是前面一品呢，啊，在前面，在这个贤首篇里面读到的，啊，佛教我们，啊，也教弟子们，头一个是不求王位。大名称就是做大官呐、啊。哎，学佛千万不能动这个念头，啊，去做国王、做大臣，那你就错了。啊，是很容易得到啊，修这么大的福啊，啊，但是你要知道轮回的恐怖，你就不敢往这上想。要把所修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那就对了。不但超越六道了，超越十法界了，这叫一了百了，这才是个真正聪明人啊！但是你要真正能做到呢，你要彻底放下，你才能做到啊，非常难得了。佛菩萨来给我们做了实现啊，3年前，深圳黄忠昌佛菩萨给我做了实验啊，他30几岁，听我讲经。啊，听我讲到念佛往生呢，大概只要3年。啊，这个事情是过去很多年前，我讲经的时候，有同学问我，出家同学，啊，听经时候问我，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说的那些往生人，大概闻佛法。啊，听到净土法门，真正念佛了，绝大多数都是3年，他就往生了。问我一个问题，他是不是他们寿命都到了？那我的答复呢？如果说他们通通都是3年寿命到了，这不可能，这讲不通啊。啊，那怎样？那怎么？这为什么他3年往生呢？他功夫成就了。啊，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上辈的人功夫成片有9品呢、啊。啊，上三品、中三品、下三品呢、啊？上三品的人。就可以自在往生，我有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就走，真走得了，佛真来接引，这才讲得通啊。啊，哪有那么好的事，这人都是，哎呀，都是寿命只有3年他遇到了，这个讲不通的事情啊，有可能有极少数一两个
不可能那么多。啊，所以黄忠昌听到这么一段事情，所以他就说他来做实验。啊，他有寿命也不要了。啊，希望三年佛念的时候真的能往生。啊，找到向小丽护法。啊，就在向小丽那个地方给他一个房间做官房。啊，饮食起居向小丽照顾。啊，每天给他送三餐饭。啊，照顾他生活，给他洗衣服。让他什么心都不操。就一句佛号，一部阿弥陀经。啊，他每一天就是阿弥陀经不知道念几遍，我晓得，大概不多，佛号念得多。念到两年十个月，他就走了。啊，欲知时至，没有生病。啊，火化的时候烧出很好看的舍利。啊，现在他的舍利做了一个塔。在深圳这个小道场里面，啊，两年是真的，不是假的呀！啊，所以这个事情不难呐。那照《阿弥陀经》里面讲的呢，啊，最快的时间多少？一天？你不讲若一日吗？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念一天佛，真的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了，一天佛就能就完成。啊，所以说你的成就，功夫成就没有别的，你放得下放不下了，在这里呀。那放下是真的，真走了。啊，所以我一生最感激的张家老师。啊，虽然当时教我，我不能够完全体会，我体会的很肤浅。啊，可是这么多年来，在佛法学习上锲而不舍，啊，这种体会一年比一年深。啊，第一次见面，我头一句话向他老人家请教，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法是世间无比殊胜的大法。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有没有什么方法叫我很快就起入，心里着急啊，想很快就入门呐。我的问题提出来了，他老人家没有直接马上答复我，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两个对看，看了半个钟点。啊，看半个钟点呢，真的，整个身心通通定下来了。啊，没有妄念，聚精会神等他讲话。他说一个字，有。这一个字说完的时候又不讲话了。啊，这个字说完我耳朵竖起来了。有啊。啊，这个时候大概等了五分钟。啊，前面是半个小时。等到五分钟。他老人家很慢。说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我讲的速度太快了。
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啊，那我们的修养跟他比是不能相比的。听了这六个字，好像懂又好像不懂。啊，看得破，放得下。啊，我接着就提第二个问题。啊，请问老师从哪里下手？啊，以后我们明白了，提出问题他不会离开大部分，他必须要看着你，你整个情绪定下来了，他再跟你讲。啊，你情绪不稳定，他不跟你讲话。啊，所以这个教学方法，我们在别的地方体会不到啊。啊，就是他坚持他的原则。对方如果心浮气躁，如果心不能定下来，他不讲，说了没用。啊，他跟你聊天说闲话可以，正式跟你大问题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他守他的原则。啊，我跟他的三，跟他老人家三年，啊，都是这样的严肃，真的说用。你看，第一天就把佛法的秘诀啊，凡夫成佛的秘诀告诉我了。啊，布施就是放下嘛。啊，学了这么多年，我们才知道，啊，才明白老师这一句话里面的意趣深广无尽的。那佛在经上教给我们，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了。我要想脱离六道轮回，我执着就不要了，真的超越了。放下妄想分别，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凡夫就成佛了。所以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做给我们看。啊，一睹明心，豁然大悟，那个没有别的，就是把妄想分别执放下了。真放下了，成佛了。六祖慧能大师24岁，在中国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成佛了。啊，他在半夜听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彻底放下了。这一放下就成佛了，所以什么都不要讲了。啊，五祖把衣钵传给他，叫他赶快离开。啊，为什么呢？嫉妒障碍太多，大家不服啊。啊，所以叫他去避难。啊，他就问他，问五祖我到哪里去避难？五祖指示他。啊，往南方去。啊，他在猎人队里面隐居了15年，没人知道啊。啊，给一批打猎的猎人，哎，给他们烧饭、洗衣服。啊，做义工啊。吃肉边菜，啊，那是佛啊，那是一尊佛啊。啊，给这些造业天天杀生的人，
给他们服务啊。以后六祖离开了他们呢，现了出家相了，我想那些人都得度了，都回头了。哎呀，原来我们天天造业，给我们烧饭伺候我们是一尊佛，是个祖师，这都是有缘的。你说那是多大的福报啊！佛来伺候他。那么这些呢，世尊跟六祖都给张家大师这句话做了证明。看破放下，就是嘛，就入入门了嘛，不是入大门二门了，是入到最后的那个门，成佛了。这就是凡夫成佛不难。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相干。与你有学没有学也不相干，这个都不要紧。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是认识字，知识分子到处去求学，放下就成功。慧能大师示现的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什么也不懂，放下也成佛。放下之后那个境界完全相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切经，你念给慧能大师听，他能把里面最深密的道理讲出来。由此所知，最严重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烦恼习气。但是烦恼习气不是真的，是假的。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讲得好：“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本来没有的，当然可以放下；本来有的，自然会恢复。所以你要知道。无量的智慧跟十方诸佛一样的，没有丝毫差别。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的相好，都是自信本自具足的。只要你肯放下，你就成佛了。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成佛。现在放下，现在成佛。明年放下了，明年成佛，全在自己，不在别人呐。谁都不能障碍你，谁也不能帮助你。必须自己觉悟，自己下个决心。念佛堂堂主口头禅常常提醒大家的，放下身心世界，一心称念呐。这是真念佛了。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那弥陀经要不要念呢？初学的人要念，为什么要念几句阿弥陀经？是心。念经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心散乱，妄念很多，经念个三遍五遍呢，妄念就没有了，少了。然后这个佛号才得力。是一句相应的，是一句佛，
句句相应，句句是佛。那这个佛号念得相应，念得得力。啊，如果是散乱心呢，它不相应，不得力，只能在阿赖耶里面种一个阿弥陀佛的种子。啊，它不起作用。所以清净心念佛，它起作用，它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也就是说，我们这里一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阿弥陀佛，他就接受到了，啊，起这个作用。啊，我们今天讲的是，现在科学里讲心灵的感应。啊，这个讯息啊，跟佛就是通了。如果我们有杂念在里面，这信息不通，不通，我们的阿赖耶识啊，受这个感应，外面不行，是吧？阿赖耶识就是加强念佛的种子，啊，跟阿弥陀佛跟外界起不了作用，啊，那么从这个地方你也能够了解。烦恼习气，这个伤害是多么严重，没有能够相比的。啊，外面什么样的伤害，都很微弱。纵然是毁掉我自己的身体，把自己身体烧成粉，伤害都小，微不足道。啊，唯独啊，分别执着这个伤害太大太大了，让你生生世世迷惑，生生世世受苦。啊，所以懂得众生，回过头来就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再回过头来就看到众生。知道怎样度自己，怎样啊帮助众生。啊，底下一条，未知众生，死彼生彼故，发生信心呐、啊；为见者生信呐、啊，无不合一。这就是知道六道轮回里的众生啊，人道里面死了啊，他行善呢，天道上生了；他造恶，地狱道生了。啊，你对于这些现象看得清清楚楚。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那么你的信心就升起来了，这发心呢，生信呢，信什么呢？信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然后你再相信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谁定的？自己定的，不是佛菩萨定的，也不是上帝定的，也不是阎罗王定的，谁都干涉不了你。你自己造什么样的因，你自己受什么样的报。那别人害你，别人害是你愿意接受。你不能怪别人啊，因为你可以不接受嘛，你为什么相信他呢？所以你不可以怪别人，怪自己，怪自己糊涂，
怪自己不认识人。啊，你怪别人错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己才真的回得了头来。啊，那个恶人在诱惑我，那个恶人是我自心变现的，是我的恶业在那造成的。啊，与他不相干，他根本不存在。啊，你能这样想，这是正知正见。你要把这个罪恶都推到别人的时候，这是邪知邪见。你不知道唯心净土啊，自信弥陀啊，那个人都是善人，自信变现的，自信的善人。那恶人是自信变现的恶人啊。那我们自信里面被染污了，染污就有善的习气，恶的习气啊。所以诸佛菩萨是自信变现的，所有一切现象有情众生也是自信变现的，无情众生还是自信变现的。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啊，这是真知真见。哎，千万不要以为自信之外还有一切万法，那叫邪知邪见，啊，那就错了了。啊，要记住。坛经上讲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万法里面包括有情跟无情。啊，所以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呢，一生起信心呢。为自己，为众生，或者不为自己，为众生，在六道里头也要实现一个好样子，帮助众生回头啊！啊，所以要让见者呀看见你的人，听到你的人，接触你的人都能生信心，都能得利益。啊，第九段，为知众生助根心行故，发心助事啊，为神力助事啊，敬未来界。这一条就是大慈悲心，像地藏菩萨一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现在我们发这个心做不到，虽然做不到，不能没有这个心。啊，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真有这个心，我能力做不到。啊，为什么呢？业障障碍。业障消除就能做到，永远不离开苦难众生。啊，那你就不能怕苦，你不能怕难，你在苦难当中要做出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给众生看，帮助众生觉悟啊，帮助众生回头。啊，发心助事啊。啊，世间有灾难。没错。众生受灾难呢，你不受灾难。啊，就像佛在《法华经》上所说的，
这个世界有尘住坏空啊。释迦牟尼佛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啊，没有尘住坏空。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一丝毫没损坏呀！啊，他住的那个十宝庄严土，跟我们这个世界不同空间维次，在不在一块呢？在，这个不好懂。那我们现在用电视屏幕，啊，我是几十年没看过电视了。听说国内现在电视有几十个频道，啊，早年我在美国，美国电视有100多个频道，100多个频道。同在一个荧光幕上，你按哪个频道，这个频道的就出现了，你就看到了。啊，没有按到的，它也在这个频道，你看不见。你不能说它不在这个频道。啊，你换个频道，这个频道不见了，另外一个频道显现了。佛法讲的影现，有缘它现前，没有缘看不见，它在，不能说它不在。啊，所以这个频道乱了，天下大乱了。啊，这个频道你按上去之后，看到这都里面模模糊糊。啊，可是另一个频道呢？另一个频道它一点没有障碍。啊，你看到的景象，这个音声色相清清楚楚。啊，好像这个频道被电波干扰，啊，画面、音声都不清楚。啊，但是另外一个频道的时候，一丝毫干扰没有。用这个比喻，注意容易懂。啊，这个世界众生做不善，在这个频道里面，是世界毁灭。而释迦牟尼佛住的那个频道的时候，那是一点不生干扰，跟这个道理相同啊。啊，如果我们不要说别的了，你只要能做到，啊，执着放下了，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这个地球上整个产生变化的时候，你不受这个影响了，啊，你的境界提升了。啊，欲界天的受到干扰，你不会受到干扰。啊，因为放下执着是阿罗汉的，他超越六道了。啊，六道里面这些频道的时候，通通都乱了，全都受干扰、受破坏了。啊，可是六道之外，四圣法界一丝毫没受干扰。何况如来果地上的十宝庄严土，它怎么会受到干扰呢？啊，那么由此可知，放下是多么重要。整个佛法在修学上没有别的，就是放下。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又帮助你看破。啊，就这两法了，
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的。啊，你放下多少，你提升了多少，你看破了多少，你明白了多少。幕后一条说，未知众生三世习苦啊，啊，习是习气，发心具恨，啊，具什么恨呢？为普贤恨，禁止一切。这个不念行，啊，行是名词，念去生，念恨，恨是动词，啊，就是真的呀，学普贤菩萨了。普贤菩萨的纲领就是《华严经》上的十条，啊，我们一般称为普贤十愿，啊，十大愿望，啊，这是普贤菩萨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那要是展开呢？这个十大愿展开就是全部华严经，啊，全部华严在学习的这个归纳为十的十条纲领呢，就是普贤十愿，啊，真的依照这个行啊。那么头一个，第一个，恭敬，啊，礼敬诸佛。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佛，蚊虫蚂蚁也是佛，蟑螂老鼠也是佛，一切有情众生都是佛，啊，然后再展开无情众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全是佛，啊，为什么呢？华严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所以这个理境就是一切恭敬呐，没有一法不是恭恭敬敬的对待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成佛，成佛一定要修普贤行。那么净土宗呢？净土宗全是修的普贤行啊。你看这个夏老的汇集本《无量寿经》第二品得尊普贤，第二品还是续品的，还不是正宗分的啊，跟我们讲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众生十方去往生的都是修普贤大士之德啊，全是修普贤行。所以这个华严经大放光佛华严经在极乐世界圆圆满满的落实啊。魏默生居士把普贤行愿品列入净土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有道理呀，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呐！啊，印光大师把大势至圆通章又列入四经后面，称为净土五经，净土经就圆满了。啊，以后再没法子再增加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修净土的人决定不能疏忽普贤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